现在我们出了这个文艺院的东门啊，对面呢叫盛世滩啊，我们先到盛世滩里去转转去啊。这个盛世滩呢，有我们一个网友啊，特别关系比较好的网友啊，叫张进平啊，是内蒙的啊，曾经呢，来过我们家啊，来过我们太阳荔湾啊，这个经常保持的联系吧。看这个小区门口这个车辆就不少啊。刚才问那个内蒙，问那个山西大哥说啊，这个小区的入住率呢，比这个文艺院的要高一些啊。咱这个要看一看啊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，张进平老师他的家的房子是哪个啊？我就拍一下啊，咱们是盛世滩的业主，都可以看看啊，有没有你家的房子啊？继续咱们往东走吧，往东走转一圈。这个小区的情况啊，这个小区的院子好像大一些似的啊，也有些狗啊，狗见了人想吃要吃的了，就叫两声哈、啊，咱都可以理解啊。哎，咱这停一下吧，这个地方有很多的业主在那儿啊，在他的广场里，我过去问问去。嗯，啊，这里是这个盛世滩小区的一个中心广场啊，看这边有几个老人家在这里闲聊的天啊，还有人打着羽毛球啊，再过来看看，这是他的廊架啊。你们好啊，这个阿姨们、大姐们，你们好，都多大年纪了？看着90岁了啊！啊，你是哪的呀？我都看不准眼睛。我是东部一个小区檀香荔湾的。啊，您老人家多大年纪了？啊，我76了。76，啥毛病没有？哦，您90了。哎，这看不出来90的。老了。老家是哪里的呀？东北的。东北的啊，您呢？我是本地的啊，本地的教师老师、啊、是老师啊、嗯、您呢是哪老家哪的？我们是潍坊的。是潍坊的啊，都在这买的房子，冬天不走了都。嗯，你上这来溜达来了？哎，说咱这供暖小区，看看那小区里这入住率真是挺高的、嗯、比我们那个不供暖小区入住率高多了、哦、是吧，一看到处都是车挺多，人也挺多啊。对对对，是啊，他说你是啥？你记者？你好，你好，大姐。从那话听你声过来的。哦，听我声音过来的。啊、谢谢谢谢大姐。大姐老家是哪里的呀？我是内蒙的。内蒙的啊。啊，内蒙。有个张进平认识吧？啊，不认识。不认识啊，就是我们也关系挺好的。他是这个小区的，还种点菜什么的。哦。对，还给我们送过菜。哎呀。挺好。这你这是在这住了多少年了？哎呦。算今年过春节的话10年了。春节就在这住了10年了。啊、过这次、过我看啊。14年过来的。那不可不嘛，今年24年不10年了。十年了。当时你买房子贵不贵？4950吧。哦，4950。啊。你是几楼呢？我是2楼。啊，那楼层不错。嗯、不用调房子。你要买的高一点的话，将来年纪大的话就往下调了。对呀、啊。这10年很快啊，一晃就过来了。啊、一晃就过来了。是不是？嗯。就是住着还行吧。住着行，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。这地方就是空气好。空气好。就是老年人在这儿，就养老是，真是不错。真是不错。不错。现在就是你们家里的温度怎么样？温度集中供暖，我们集中供暖的话，我们家的话21、22度啊，20度啊。啊，那还行啊。嗯，那比那个对面，我刚从那个什么文艺院过来，说他们那个温度只有17度、16、17度。哦，那边比较低一些。那块儿有的那个低，有的那个高。啊，不一样。啊、嗯，不一样。哦，你们小区楼层不一样，完了还有的就不行、上边有人，下边有人的话又一个温度。哦，那样式的。就是你这个入住率怎么？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这个楼道有总共能住几户？楼道，哎呀，今年我看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三四个吧，四个，三四户，说、应该能住几户？要住满的话多少户？住满的话12户呗。12户，现在三四户，六层嘛。总共6层啊、嗯。总共6层。哦，这其实这个也不是很高，是吧？也不是太高，对。不高。要、但是要夏天的话有多少呢？能到多少？嗯，夏天的话多一点。多一点能大、你比如说12户，能有没有6户、7户？也就是那样吧。哦，六七户那个样子啊，也夏天能达到将近一半。
将近，哎，有时候不到，不到一半哦。他们是这样式的，夏天的话就来了，待些日子就走了。对，他那边是不是长期的住？对，嗯，长期住的很少，长期住就在这儿过冬的很少，也就几户，嗯。所以说就是你来我往的，有的时候就是夏天的时候我来了住个十天半月的就走了，他又来了，嗯，是就这样的情况，啊，这样的，所以，啊，对，所以入住率一直起不来，对。还有的那个，到这儿是，度假呗。还度假的啊，其实都是自己买的房子，都自己买的房子，嗯，都是业主，嗯，但是他的年龄啊，有些这个年龄段儿吧，对，人家那块有工作，也就是耍个节假日，对，就过来，对，反正这个咱们这个银滩那个特殊的情况，它决定了，就是它不可能就是说全天候的有那么多人。嗯，因为他毕竟他这是咱的第二故乡，嗯，有的人比较喜欢这里，他就住的时间长一些，像您和我。对对对。有的人的话，他就把它当成一个栖息地，就是简单的在这住一住，就夏天避个暑就回去了。尤其是我就看好这个，这几年三年的这个疫情，哎呀，这个地方真好，和别的地方绝对不一样，绝对不一样。哎呀，你没中招吧？新地址没有，没中招。嗯，不好听的话，晚上这我都没打那个。都没打针，没打针就对了。没打针，我也没。对，没打针反而好。嗯，没打针。对我们打了针的，其实不一定是好事儿。就是那个核酸吧，核酸检测啊，核酸必须得要做。我也没做。核酸都不做，没做几回一回吧。我就做了一回啊。第二回就我寻思这没必要，没咋的，有必要吗？没必要，对对。啊，所以我就回家。从那以后也没什么。一般那个特别那个严的时候，我就不出去呗，就不出去啊。嗯，哦，对，是啊，嗯，是自觉，就怕人和人接触的多了以后，可能难免啊。对。你像我的话，因为经常采访到处跑，就难免就是一放开不久，啊，六月份我就给中招了。是吧？对对对。我看着那个微信上我看到了。看到视频看到了是吧？啊，你中招了。对对，中招了，对，还比较严重一些。很少。对。你看别的，你看我那亲戚那朋友啊，都说是，哎呦，就90%多，80%多，对，那有的地方那几乎全几乎都中招，都要中招啊。咱们这地方就是，反正也就是10%、20%、30%，哎，没那么高，没那么高，也没有那么高，没那么高，嗯，因为全小区也就是几个人，就几个人中。因为啥呀？就是12月份，去年12月份8号吧，嗯，放开以后，对，有几个人就是上这儿来过渡嘛，嗯，这样的话他就是带来了，传染一些，传染一些。但是没几个，哎呀，这个地方太好了，太好了，都喜欢这里，啊。因为啥呀？我们住的人知道这个地方是怎么好哈。对。但是不住的人，他总觉得这个地方不对。一说这里是鬼城啊，啊，鬼城，啊。你说这里这么冷清啊？你说这里怎么会是冻死人啊？哎，一会儿这里是潮湿死了呀？你觉得潮不潮湿？说点心话。不，我们二楼反正是没有那么没潮湿的感觉。没有。我告诉你，七八月份无论是在哪块，全国各地都有超市，对，对，但是它很可能有的就是低一点。我们尤其是我们这三线吧，算是三线那就哎呦，也说这也算不上几线都说不出来了，因为就是在镇旁边嘛，是吧？嗯，三线是银津大道的北面叫三线，对对对，这都没法论了，嗯，就跟我们东面没法论一样，嗯，我们东面你看，东面南面是长江路，是一线。我们的北，我们的什么玩意儿？我们的北门是银津大道，嗯，又是涵盖一线和二线，嗯，不像那个一线二线那个，对，反正就是指中部啊，嗯，因为啥呀？我买房子的时候就是人家那个农民啊，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，多少年啊，你就生活在他们要占地方都上南边占去嘛，对，他们有优越条件呢，但是为什么没占呢？对，都人家在这儿。实际上你们选这个地方还是很不错的，啊，关键是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个小区，别看它比那个什么，但是这个小区绝对相当不错啊，对，相当不错。一个是学区房嘛，对，离学校这么近，我看有不少小朋友刚才，啊，而且是在这些院里，还有那个幼儿园，对，还有那块没有两里地吧，
就是一站的远，就是高中。嗯、你看我们这不是学区？对，交通也方便。交通也方便。这真好。而且是你别看它这个小镇呢、五脏六腑都有，什么邮局这个那的。说实话、对，我一天都不想离开这。一天都不想离开啊！有点事儿，你要是走了呀，特别想这里，不是特别恋啊、对，这个地方就是啊，因为我。哎呀，受益了，因为我这是我当然是没有基础病这个那个，但是我的朋友我的到这儿来也是，你看那个我们那个13号楼的那个，他西安的人，每次那个夏天啊，那个带着他孙女回老家的时候，也就待个20多天20来天，哎回来那嘴唇我的都不行，都干巴的干巴，都裂的裂，你到这儿来。7、8天用不了几天就晕了，润 了, 了,、了。对，就是。就是这个地方。咱这里优势多多呀。那个哦，像我们那个我家里的人，你看那个在老家的时候也是，他抽烟呢，对，咳嗽呀什么呀，还有鼻炎呢。对。这几年都好了，都好了，对。你看你这就是。不错嘛，就是咱这里的优势啊，真是几天几夜都说不过来呀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切身体会，所以说不来的人，不没住过的人，他不会体会到这一点的。对对对，他网上有的是属于是喷子一类的，哎，得蹭点流量喷一喷，说这里如何如何不好。哎，其实这里好的，我们心里都愿意走。骗局那是。对对对，那谢谢大姐了啊，非常感谢，哎，高兴遇到你啊。好，再见。哎，也谢谢你把这个银滩的一切都是好什么。好。谢谢啊！啊，好嘞。您啊，在这个小区啊，还不错啊，遇到了一些业主啊，聊聊天儿，收获还是挺大的。看看啊，尤其是张建平老师啊，看看哪个是您的房子啊？哎，这棵树长得好，很有型啊。这个小区应该说还有一个东门啊。啊，现在我们绕到了这个小区的这边，还有一个幼儿园啊，一类幼儿园啊，不错。绕到了小区的这个北面啊，就相当于是围着这个小区转一圈。无论是这个机动车也好，还是电瓶车也好啊，这边还有一个理发的啊，门口理发。这个路啊都是石头路啊。好，我们现在从这个小区的东门啊，出去了啊，出来啊。出了小区的东门呢，就到了咱们的西湖路啊。西湖路呢，直接往南啊，大概走个1公里多吧，不到2公里啊，就到了海边。